鸡展翅报捷去，警犬踏浪送春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可爱的戏迷票友们，落给归一哟！过年好！过年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弄的小五嘞，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穷韵唱响新时代2018年海南省穷剧春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亮，给大家拜年了。我们大家呢正在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影视综艺频道民生广播以及遇见海南美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全程直播，欢迎您的收看与收听。大家好，我是影视综艺频道的主持人甄子。今天啊是大年28，哎，我们在这年关将至的时候啊，准备了一台丰盛的穷剧盛宴。我相信今天所有的穷剧戏迷朋友们非常的开心，他们也是幸福的，因为我保证让大家今天啊听戏听得过瘾，看戏看得舒心。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晚会呢也邀请了很多的穷剧名家，还有穷剧票友以及外国朋友们，他们都会登台献唱，保证给您一台不一样的穷剧春晚。看到各位喜笑颜开，就知道2018年一定是喜悦之年。同时啊，2018年也是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咱们穷剧人迈进新时代、昂首新征程的奋进之年。没错，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穷剧春晚呢，能够开启我们海南文化建设戏剧舞台的新篇章。勇告雄，对还雄。老铁，老铁，来来来！给你嘛，给你奖，给你吧。年头快乐，告你我福寿，狗年吉祥，祝福一笑，桃李芬芳。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恭祝全省人民狗年旺旺旺。小五给大家拜一啦！哎，我也要给大家拜个年，我祝大家金狗迎春，旺旺发财。好，那我也要拜年，我祝大家2018年身体健康，狗年行大运。好，哎，其实啊，在我们海南过年啊，一定要听上一两段的穷剧，那必须，那才有年味儿啊！是，所以说接下来我问题来了，我想考一下二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闹觉吗？就是睡不着觉，然后闹一闹他。他不是睡觉的觉，这个闹觉啊是抬轿子的轿。你要知道，这个闹觉啊
是这个春草闯堂当中最精彩的一个段落、哦、两个人物一丑一美，再加上这个轿夫呢、嗯、哎，在中间的一个渲染，整场戏可以说是生动活泼，载歌载舞。好、哦、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张昌义和郑凯文的表演中去欣赏闹轿的精彩吧。请欣赏闹轿。又叫我，我不切啦！孙草，门户软钢路，江南不行。细听准兵，假啦！哇，把刀不行啦！哎呀，你就得有脚痛，脚痛！哦，哈下，哈下，叫你喊个这老贼哎！好、哦。
妙，孙超一条桥就向都来得。我不知。得有啦。我怕。我怕。哦，弄得假的不？假假假。哎，我问婆西好六路弄干你都不用假孙嫂心上叫孙嫂哎哎那就叫了我对琼剧啊特别的有感情，别看我是一个外乡人，哎，因为我是2010年登岛的，参加了这个工作第一个节目和琼剧有关系，就是扎诺达迪，我到现在还记住那个熟悉的口号是什么？扎诺达迪登陆来修仪，一定要有这样的韵味，对不对？哎，一定要有这个韵味。对，哎，小五，我知道你是海南人，对，对于这个琼剧是不是特别的熟悉？真的是熟悉不过的，小时候每当过年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拉着我说，哎呀啊弄啊弄啊弄啊，会毁会毁了，莫移了莫移了啊，我就拿着这个小板凳跟着爷爷奶奶坐在戏台之前看大戏。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这个刁蛮公主选段啊，相信会让我们这些年轻的80、90后戏迷勾起一点点童年温暖的记忆，请欣赏刁蛮共度刁蛮公主，掌声有请。
的水大，顺便坐落一地，几个落金花。不同的是，伊个桂花，了润花海，天落的梅花。花生金，如了忙公主，惹人家喜。
忙，皮肤红我就飘香，路往未到的歌，因为歌无香，我啥咪叫咪开的开，我不会落的地方，我啥叫会开开的落的行。当然啊，小五，刚刚我们看到的都是非常热闹的题材。其实呢，像离愁这种也是我们琼剧发展脉络当中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素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刘秀荣老师一起啊，去回味那情脉脉、意冲冲的愁思。接下来请各位欣赏梅开二度选段硬软瓦丸。
随我进庙家拜。其实我们成立的剧目啊有很多，嗯，有一些戏迷呢喜欢听那个样板戏，嗯，比如说《智取威虎山》，就是再现了革命峥嵘的岁月。没错，特别是杨子荣在打虎上山里的一段演唱，让人听了是热血沸腾。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重阳带来《智取威虎山》选段，怕好丢大吴家。Thank you.
当然，这是非常经典的剧目之一了。对，它也是咱们戏迷朋友们啊心中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剧目，可以说是让人百听不厌。没错，在去年的琼剧春晚当中啊，吴多东和韩海平两位老师在舞台当中让我们上演了《十八相送》后半段，在舞台上呢给我们展示了他们两位高度的默契配合度。那么今年的琼剧春晚，我们将再次的有请两位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再续前缘。那么接下来请各位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打背就打。
守防务，阖家幸福。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穷韵唱响新时代》2018年海南省穷剧春节晚会的现场。我们的晚会正在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影视综艺频道民生广播以及遇见海南美微信公众号进行全程直播。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哎，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北方过年流行贴对联、吃饺子。哎，那在咱们南方呢，特别是我们美丽的海南岛，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习俗呢？来，小五，您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吧。都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就聊聊过年吃吧。海南人吃鸡，手一夹鬼，手二夹鬼，手打夹鬼，手底夹鬼，夹鸡夹个大窝。就是一直吃到十五，吃到十五，吃的是什么呀？吃鸡，吃鸡。对，你像海口呢，还可以吃这个海南母吻呐、啊，是吧？摘菜包啊，是不是？或者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坐在一块打打边炉啊，我的天哪，很热闹。我觉得我和贞子天天在海口是过大年呢。那你的生活条件这么好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过春节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那是最盛大的一个节日。你要知道，这是咱们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是深入到骨髓里的中华文明啊。是的，就像我们的戏曲艺术一样，更需要我们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与人文情怀，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发展。没错，为了传承和发展好穷剧这项非遗文化呢，我们在省穷剧基金会的主导下，省穷剧院从去年开始呢，就开启了穷剧卡拉 OK 的整理和录制工作。是，其实啊，我跟你讲，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啊，非遗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成果，一起来聆听一下历史的声音，感受传承的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洪泽江、李逢迅、龙倩倩、林川妹、陈红月。Yeah.
这江南这独房就无聊啊，难话三只鸡下来吊钱吊钱。顺德名味染江鱼，人家有街叫奴子，好酒有地两仙家，刘备风马笑眯眯，哎呦笑眯眯。Thank you.
子啊，近年来啊，包括琼俊在内的一些地方戏曲呢，都呈现了文强武弱的局面。于是啊，我们的省琼剧院在每一场的活动当中呢，都有意识地增加武戏的成分。一来呢，可以让我们的武戏演员得以更多的展示和锻炼；二来，也可以使我们的琼剧艺术文武兼备。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铿锵有力的鼓点里，一起来感受琼剧武戏中那做与打的艺术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出青年演员福祥、姚传宝、林方成带来武戏《白水滩》。吴夏。
谢谢。好，真的是节奏紧凑，我们的场面特别的热闹，我看的是酣畅淋漓。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的爽不爽？爽！我听到有底下观众好好啊，对，我发现我们现场观众也特别喜欢看这个武打戏，对不 对？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琼剧的舞台上，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年轻靓丽，富有朝气，在舞台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的汗水，他们的肩上呢也担负着这个剧种发展的重任。没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修修、张宝玉、符小玉、余秋蕊四位青年演员，他们将通过一组琼剧演唱，向我们来展示琼剧青年演员的青春气息，掌声有请。
们再次的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群剧新生代的演员，我觉得他们唱的是太好了，是不是？京剧传承发展规划纲要将人才培养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沈一笑也在与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签订实施委托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中取得了突出的好成绩。没错，其实我们这些孩子也特别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大过年的都不能回到家里边和家人团圆。不过他们录了一段祝福的话送给大家，请看大屏幕。嗨，大家好，我叫林道卓。我叫胡世凯。我叫林成。我叫曾佑慈。我叫吴春姑。我叫吴善子。我叫春明。我叫侯雪茹。我叫吴湘华，我现在在北京的国际附中学习京剧。我现在在北京国际附中学习京剧。我现在学的行当是武生。我学的行当是武生。我现在学习的行当是花旦。武旦花旦武旦武旦花旦武生。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年年有余，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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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我们在北京祝台南的舞蹈乡亲们新年快乐，耶、yeah! 谢谢这一群非常可爱的孩子们发来的新春祝福，我们也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归来，能为咱们的重聚事业增光添彩。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卓晶晶的演唱当中一起来检验一下艺校人才培养的成绩，掌声有请。Thank you.
谢谢谢晶晶。贞子啊，在我们的戏曲作品当中确实塑造了许多咱们老百姓特别喜爱的文人形象，那么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品质和情怀，那就是刚正不阿，坦坦荡荡。像琼剧的经典剧目《搜书院》当中的谢宝便是其中典范了。是的，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演员来进行演绎。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福传杰老师来演绎谢宝这一经典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啊，在2017年的12月29号，福传杰老师就代表琼剧参演了由中宣部、文化部共同主办的2018新年戏曲晚会，这也是琼剧首次登上国家级的戏曲新年晚会。在这呢，我建议大家把掌声送给福老师，送给他，谢谢他为琼剧事业做出的贡献。没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福传杰、李硕征带来《搜书院》选段《贾伦名贵九哀南》。将的简介有得对啦，对啦。
大。爸爸，对路不对，说对不对，我不红花呀。老师啊，老师啊，老奴这笔钱。哦，哎，莫说了，莫说了，两个地，地阿盖，地对簿，公盖，地对爱。啊，你把公盖地对爱好啦，下回老师路，见我地收贵啦。大哥，你收高松香，我六公斤哪地收贵呀？啊，金瓜地收大。哎呀，六六大个啦，再多盘煤气捞起来呀、啊！老六，你不多不明啊？六，不明个你啊？收大咩？那我不阿比明贵，你来介是黑轮明贵啊？六莫搞介啊！你话比明白，话比明白，那么搞计啊？家的话比明白，本来就的话比明白嘛。龙母搞计，的话比明白，那么搞计啊？家的话比明白，我搞起来啊，我就的结论明白了么？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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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给咩字，天文地理不懂不懂啊！是的啦，爸，家务多不懂，无何不懂，一不懂顶天害理，二不懂领导地陪万物吗？答不懂。我是碰定，多是必必丢难为承担。多是啊，也难是用着稳稳车挂了，用用车抵挠，钉刀掉进，车不乱暗对呀。最好的是相配上妹妹的欧风的回家那得会得见既难见既难
为把说送回那杜罗庄，将家几节的用路的西岸那安转跌老兄恩寒回离家丢把现在最白有趁机不骄傲，高声飙，面跑，进攻手，不来报，外年奏，身体棒，事业赞，全家旺，好运到，先上吊，懂分享，大家笑。过年来，往西到，迎新春，喜欢笑，常年笑，十年到，黄云罩，金狗要。敲喜锣，打喜鼓，喜进狗，一路旺，恭喜发财，旺旺旺。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穷韵唱响新时代》2018年海南省穷剧春节晚会的现场。我们的晚会正在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影视综艺频道民生广播以及遇见海南美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全程直播。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小亮和贞子，我想问一问你们两个在海南生活和工作了这么多年啊，除了学会吃文昌鸡之外，有没有学会说一些海南话？哎，我这两天就学会了一句啊，请说。怕火丢多，就是你刚才，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笑得肚子疼，给你纠正一下啊。怕哦哦酒丢寡哦酒多，对啦，你这个丢多就变成了烧山。哎呦，我跟你讲，你看他只会说，而且还说的就那么样。难不成你还会唱？开玩笑，我当然会唱。哎，接下来各位听听我这个唱穷剧的一个外乡人唱穷剧是不是那点意思。来了，好，开始你的表演。寒水多秀，白蝶望乡。好，哎，谢谢谢谢，不错啊，还不错。哎，看像小亮这样的新海南人也喜欢上了穷剧，看来穷剧真的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了。近段时间穷剧进校园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穷剧文化的硕果累累。没错，例如定安县穷剧团在支持定安一小实施穷剧进校园的项目当中，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彰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那除此之外啊，在海南很多学校的老师啊同学们都在尽全力的去弘扬与传承咱们海南的穷剧。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海口市第一职业中学音乐教师王琴，海南中学的学生高黎以及定安一小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无下
接下来请欣赏定安县第一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含羞带笑拜谢皇上。哎呀，谢谢我的小老师们啊！我刚刚那句啊，就是跟我的小老师学的。哦，是的。啊，贞子，哎哎，你是这个舞蹈出身，嗯，平常除了跳拉丁舞啊、爵士舞啊，广场舞跳不跳？跳啊！我不止我自己跳，我会带上我妈妈、我外婆，哎，一起在家跳一跳广场舞。哎，我觉得啊，这个琼剧要想这个传播的比较广的话，嗯，需要多元化的去寻找这个探索点，哦，契合点就很重要了。嗯，我觉得广场舞就是一个不错的契合点。哎，小亮，我觉得你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啊。其实我们大家是可以想象一下，把这个非常时尚的广场舞和非常传统的我们经典的一些琼剧唱段，哎，把它们两个相结合，一定会摩擦出非常不一样的火花。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出龙华区文化馆艺阁舞蹈团的舞者们为我们带来琼剧广场舞。
太漂亮了，真的是头一次见到广场舞和琼剧能够这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哎，你看看，我觉得很有新意啊，不仅能够传承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还能够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真的很接地气。没错，在这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著名的琼剧表演艺术家陈素贞老师就用30余年的坚守摘获了中国戏曲的梅花奖，他也为咱们海之南啊结来了第一缕梅花的清香。没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陈素贞老师，有请。
谢谢谢谢陈素根老师给我们带来雍容华贵的精彩表演。没错，小亮啊，现在我们的琼剧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像您这样的新海南人喜欢唱琼剧，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也很喜欢唱琼剧？哎，没错，前段时间呢，有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主办的周末剧场，每次演出的时候啊，总会吸引一些国际友人前来观看琼剧的一个表演。没错，他们在现场呢学习琼剧，去感受琼剧文化的魅力。可以说啊，琼剧在借着国际旅游岛建设，在不断的走向世界。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留学生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琼剧表演，我们来听一听国际友人唱琼剧究竟是什么味道。 Welcome。他给我们日本人住房神人不必修好新人改八佛灵人新修改一料料我的手这个命这个命这个命可以，对双鸟。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皮肤的，他们唱琼剧好不好？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叫艾美丽，我来自非洲一个美丽的国家喀麦隆，我很高兴能站在你们面前表演，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菲利普，我是南苏丹人，我今天很高兴，谢谢你们。我们也感谢你。大家好，我叫安娜，来自意大利，谢谢大家。哦，意大利的朋友，谢谢您。大家好，我叫约瑟夫，我来自遥远的国家，属于非洲西部，就是喀麦隆，我很高兴在你们前面讲话，参加这个表演，谢谢大家。中文说的可真好啊。对，真不错。那大家一起给咱们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朋友们送上新春的祝福吧。祝海南岛的朋友恭喜发财，狗年大吉。谢谢谢谢谢谢。哎，贞子啊，我跟你说一件事，就是在前段时间有一档节目叫做《中国戏歌》这个节目啊，一夜之间让这个戏曲啊火了起来。一歌一戏的表演形式啊特别的吸引，也是与时俱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经过改良的一首琼剧版海南民歌，有请李芳、李林、吴巧英、吴重阳带来《咕咕乌鸡咕咕鸡》。Thank you.
共工。好人真做养老，报物将会一国家，南天地贵天如意，永世得福万事顺，道义交锋我不扬，从山华夏迎新岁，气魄云天奋千年，2018年，雄心壮志，为民做大业。元复始，中华复兴，新时代新征程，前景无限，万象更新，任重道远，新思想新目标，继往开来，新逢盛世，百业兴昌，让我们吹响时代的号角，永葆琼剧艺术的青春与活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海南文化的发展队伍当中，推动我们海南文艺大繁荣大发展，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插上腾飞的翅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重映唱响新时代2018年海南省琼剧春节晚会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让我们在声声琼语当中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同时也祝福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各位再见啦，再见，祝各位晚安。